我操！我操！我又被之前一起钓海狼的那个朋友拽出来钓鱼了，这次也是远征钓鱼，准备矶钓探钓一个新点。天气预报这两天一直下大雨啊，表示两天一直都在下雨，但是他坚持啊，到那边肯定不下雨，所以我就跟着出来了。结果出来之后发现还真没在下，但是天气预报显示的是雨下着不停，所以说今天用矶钓探钓一下全新的钓点，看看钓况怎么样。一会儿见。啊，录完开场天就变成这样了，我上哪儿说理去？虽然说好是来矶钓的，能跑几杆路呀？没鱼，换点。再来一个。中鱼。哎呀，终于开张了，应该是扒拉裤衩子。这么深吗？扒拉裤衩，小只，直接钓了，省事。钓了不算，没鱼换点。哎，这地儿看着这个有戏，看着这个牛逼，让你看，夸你就一杆，知道不？嗯，其实鬼知道我到底抛了多少杆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哎呦我去你妈！哦，拿不住了，救命啊！哎呦我去！我起！哎呦我去！这不那啥吗？这不金枪鱼吗？还是蛇青啊，有点掉魔怔了。这回上岸了。这回上岸了，算开张了。这个鱼我真不想拿手碰了，但是这个鱼是真不老实啊！去咬它那个，咬它片，切了线。哎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，后来被切线的反而是我。到这个钓点第一杆，直接被切线。啊！我现在气性老大了。你吃烤吗？不用，这干的很香。嗨，还是大裤衩。哦。别砸我杆子！我这条力是可以的。我去，还出线了！哎呦我去，还敢出线，还敢钻底！我去。我去，磨线了，磨线，磨线了 ！fuck， 钻下去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